好，我们是由攻击队呢派一个人蒙眼坐在我们的转椅上，其余队伍各派一个人坐在四周，转动者呢转动这个椅子八圈，然后转完之后呢凭感觉用手中的海绵棒从上往下打，最多可以打三次，只要打到一次我们挑战就结束。好，那我们首先呢要请迪哥来进行挑战，我们有涛涛、智胜、浩存和程磊来进行商量，看看各自的积分如何分配。我们这边的分只有零分、一分、两分和三分，你们四位不要让迪哥看到，不要让迪哥看到。迪哥你不要看，可以快先去。没有，他先把这个粉粘好。这些是太多了吧？这些是打你。这里面还有浩存妹妹呢。哦，没事。我感觉你算粉，因为你最不对人小。我灵活嘛，我被打了。我比较灵活，你比较笨重。我们俩人去二分，因为我俩是零分和一分，我俩就在那使劲干扰他们。对啊对啊对啊，我有种不是特别好的预感。咋了？为什么？不然我会被他打。你感觉你要被打？你要被打的话没关系啊，你是零分。随便去做，兄弟。我是零分。大局为重，大局为重。分数分配完了之后就可以坐下来。不是。这个位置是随机的，没关系的。要不比一把，三二一，你坐这边。石头剪刀布，谁输了谁赢了谁坐这。太幼稚了，来，石头剪刀布，走开。我赢了。好，来准备啊。嗯，好，对，你们要转桃转八圈。记住刚才智胜的位置了吗，迪哥？来准备，来准备转八圈。开始转啊，你们自己转，来预备开始。一，二，二。三四，小心那个，对，五，好晕啊，我天，还有三圈，六，好，七，最后一圈，好，可以了，好，八，好，巨晕。一次没有成功，好，不要慌，现在还有两次机会。没人，太嚣张了，这谁？是不是你？还有一次机会，谁这么嚣张？我这吓你一跳。
信打中，黄子韬积德零分。祝贺迪哥成功的打中，没事没事。黄子韬积零分，积零分，积零分，没分。接下来进攻的是老秦，要接受挑战的是弟弟贺润、林一和瑞瑞。来，有请。那粉站上吧，来自己站吧，来吧。哎呀，哥，哥，你这有点过分了。就这样吧，滚一圈，滚一圈。好 ，OK 啊，好，来，现在大家已经坐好了，首先是转八圈，来准备开始，保持平衡，一。啊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好，可以了。八 ，OK， 好，来。远了。你在这儿呢吧？你在这儿呢吧？拍手是不是？哎，老师，这里把他控制一下。哎，我们这里面都有谁来？小丁儿，小丁儿。那是小桌儿，小丁儿，小丁儿，哎，我刚刚哎，我一直找不着了。击击中，哇！哎，打中了，算打中。哦，好，来，你挑战已经结束了，你打到了，祝贺你，祝贺你，积一分，恭喜！你刚才第一把的时候，直直的对着瑞瑞这样，啊，是我这样指的，对对，你知道多好笑吗？他想吸引你注意力，然后他就这样，可是他不会打响指，他没有发出一点声。弄错鞋，好，我指着你了没有？对，没两次都没。我说了，你指的桌子，小桌吗？小桌，第二指的这儿，对对。好，祝贺，恭喜，积一分，